好啦，各位听众，咁啊，今日咧就系公元2007年嘅10月1日，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8周年，即系差唔多一个甲子咧。中国人话就系即系60年一个甲子，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国家啊，由呢个君主国到共和国。其實就不止58年的歷史，1911年武昌革命成功，辛亥革命成功，武昌起義，咁啊推翻了呢個滿清專制王朝。當然後來要靠呢個袁世凱啊逼呢個清帝遜位啦，係嘛？隆裕太后啊發表嗰個退位書，幫呢個皇帝咁啊讓即係啊唔做皇帝啦，遜位啦，咁然後先至成立呢個民國啊。咁當然跟住就即係北洋軍閥啊，就控制大局啊。孫中山咧就縮咗去廣州啊。由呢個君主國變成共和國咧，其實係96年嘅歷史。所以而家今日咧，亦都係叫做中華民國96年，係嘛？即係如果以中華民國年號嚟計算，公元就2007年，你好簡單啫，減11年就啱噶啦，係嘛？因為1911年就成立民國。咁所以民國咧，今年咧就係96年。咁啊，中華民國就喺大陸咧就38年，由1911年至到1949年。咁跟住落嚟嗰58年咧，就喺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啊。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就1949年開始，就到而家為止就58年。換言之，中國人民告別君主國走向共和就96年。在這96年裏面有兩個共和國，一個叫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未亡，雖然共產黨想它亡，共產黨的歷史亦都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民國的即明天，中華民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昨天，今天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已經成為歷史，但事實又不然。1949年，這個國民政府過遷台灣，中華民國在台灣、澎湖、金門、馬祖是擁有實際的管治權。到今日為止，台澎金馬的人民未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納過一個斗領的税。共和國有兩個，同時存在的就58年，係咪？而家都同時存在，但係中國共產黨處心積慮要亡中華民國而不可得，反為台灣嘅民進黨又係處心積慮要亡中華民國，結果又係不可得。所以有時歷史咧就好好笑嘅。嗱，我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講到呢個中華民國國之不國。國之不國一來就是你是一個小朝廷，中華民國有效管治的地方得台灣、澎湖、金門、馬祖，但是有一段時間50、60年代或者冷戰之前，它都是很多中國人民的希望，所以我們叫它做自由中國，是吧？大陸那個叫極權中國、共產中國，台灣那個叫自由中國。但是自從民進黨執政之後，這個自由中國是比以前更加自由，是吧？但是中華民國就國之不國，理由很簡單，民進黨是要亡中華民國，由它成立的第一天開始，它就要處心積慮亡中華民國，然後要獨立建國，要成立一個叫做台灣共和國。所以在1991年民進黨有所謂台獨黨綱，即是說將台獨放在民進黨的黨綱裡面，那時候他是在野黨，是反對黨，是吧？台獨黨綱的內容很簡單的，即是說民進黨的基本目標、基本綱領就是要建立一個叫做台灣共和國，但是要由台灣人民用公民投票的方式來決定這個台獨。這個台獨黨綱是1991年在民進黨的黨綱裏面，到了1999年
陳水扁和當時的游錫堃，現在的黨主席也辭了職了，陳水扁和這個游錫堃對這個台灣的統獨形勢出現了這個誤判，他認為支持台獨的人是少於支持統一，甚至乎支持台獨的人肯定是少過支持維持現狀，所以促進台獨呢是不利民進黨去向國民黨奪權，如果你想執政你就真的不可以搞台獨。所以在1999年民進黨通過一個叫做台灣前途決議文來代替91年的台獨黨國。台灣前途決議文怎樣說呢？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這個台灣前途決議文就是它要承認了這個中華民國的國號，這個立場跟國民黨基本上真的沒什麼分別，是不是？中華民國名字叫做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台灣，或者台灣中華民國，是不是？總之你仍然維持這個中華民國的國號，因為你現在即是行使的權力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的嘛，你現在這個總統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選出來的總統嘛，你現在這個總統叫中華民國總統，不是台灣總統的嘛，所以香港有些傳媒經常叫人做台灣總統是錯的嘛，它是有個國號叫中華民國，有本憲法叫中華民國憲法，它根據中華民國憲法選出來的總統嘛，所以阿扁是中華民國總統，不是台灣總統嘛。如果你說它是台灣總統，即是你香港那些親共的人幫它證明而已嘛，是不是？你一方面反對它證明叫做台灣由中華民國改，即是說必也證明乎，名不正言不順，我現在證明由台灣由中華民國變成台灣，你反對的嘛，因為你認為這樣是搞台獨嘛，但是你一路你都叫他台灣總統的嘛，那即是香港這班做傳媒那些全部都是台支持台獨咯，講句難聽一點，是不是？名不正言不順，必也證明乎，你要證明，你必提早幫他證明，他要搞參謀的最初就是李登輝提的證明運動，跟住現在李登輝不提了，他認為是假議題，現在陳水扁提。1999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其實是民進黨要邁向執政道路的一個妥協咯，由台獨黨綱變成台灣決議文，亦都在那裡玩文字技巧咯，那個是黨綱，黨綱的本文不變，我這個叫做決議文，但是決議文實際的效力呢就跟黨綱是一樣的，當年的謝長廷就說後法優於前法，所以台灣前途決議文是優於台獨黨綱，因為它是後法，亦都是 你民進黨的黨代表大會通過的， OK？ 所以台灣前途決議文那個主要的立場就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